仁华县的税赋账册里有一个大疏漏，一个巨大的错误。说是我们县每年的税赋都多缴了，人丁四捐税3530两。这是我旨，请此人冲撞衙门擅入禁地，失德识相，以儆效尤。诸位。 帅家墓还是个算绝高手，精通阴阳，则平白无故就少了4万地啊！封宝玉干片大，这个纨绔呢，给我流连于赌道之中。三密于算牌之术，宝玉不喜欢算术，他只喜欢赌。天乃天，赌谋称。私捐税，真的有什么猫腻吗？ 不敢轻碰，赋税钱粮，朝廷的要害，胆敢搞事，路一条。唯有拖下去，才是正道。50日内必有结果。5日，这里边的水很深，你得惹出多大的祸事？姿势奇怪。 应该徐图缓之，这也就是刚刚开始吧。知道我们官司赢了，过来道贺的，对吧？这帅家墓吧，输了，恐怕这次没有什么变数了。即刻行刑。